自己太固执。碧罗岛也不是什么龙潭虎穴，我去去又怎么样？难不成你还能把我给吃了？哎，你自己说的，我们现在就回碧罗岛啊！老小子，你死这儿！你愣在那边干什么嘛？哎呀，我是不会飞的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笨嘛？为什么不会轻功呢？小白狮，等你学会了轻功再来追我吧。师傅，师傅，你追不上他的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回凌霄城告诉爷爷去。没用的东西。抓来一个小小的叛徒，费时数日，劳师动众，损兵折将，把我雪山派弄得灰头土脸，你们还有人回来见我？雪山派作对，少不得我白志在，也要还点颜色让你看看。师父，什么事？阿秀师姐没死，她回来了。她在哪里？在山门外，正朝凌霄城直奔而来。师弟，你看清楚，真的是秀儿？千真万确，就是她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不过有一件事很奇怪，他竟然和石中玉在一起。来得好，先把他擒下再说。七爷爷那么坏，竟然洗架子五角的师傅。现在知道了吧？江湖险，人心更险。往后你也学机灵一点哦。秀儿，你比我懂得多，教我一点吧。我不是一直都在教你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说江湖相规。比方说，见了人家应该说些什么话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怕带不平。我今天和我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就是说嘛，我才不愿意，在我哪里都被人叫白痴。现在才知道白痴原来是骂人话，还有邪恶狗子也是。对啊，你帮我取个名字好不好？你想帮我取什么名字？你想取什么名字呢？随便啊，只要不是骂人话就可以了。啊，对啊，我师父姓史，那我也姓史好了。好吧，那就叫你史一刀喽。史一刀？史一刀是什么意思？傻瓜，我奶奶收你为徒啊，为的就是要你打败雪山派。雪山派的大弟子都是万字辈的，你要高过他们，当然得用翼龙。雪山派用的是剑，所以我爹叫白万剑啊。金乌派用的是刀，所以就叫十一刀。十一刀，哎，十一刀好啊。十一刀对白万剑，光是明智啊，你爹已经输给我了。哎呀，我好累啊。哎，我可没让你去打我爹哦。你要是打了我爹啊，你就做不成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做不成什么？哎呀，反正你遇到我爹啊，你就让他三分就对了嘛。哦，我记得了。好吧，那我现在教你了。以后啊，你要是遇到江湖上的朋友，要先这么一抱拳，然后说金乌派使一刀，有理了。
青木派习道有理了。对，要是遇见辈分高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，你就要说晚辈金乌派十一刀见过什么什么前辈。晚辈金乌派十一刀见过什么什么什么前辈。哎呀，什么什么前辈嘛，是你遇到什么人啊你就喊他什么前辈。比方说我爹姓白啊，你就喊他什么、哎、白前辈。对，你要是遇到我爷爷的话可得记得加一个老字哦。白老前辈。嗯，你还蛮聪明的嘛。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启禀祖师爷，小师妹和十师弟已进入山门。吩咐下去，石中玉是本派的叛徒，若敢拒捕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小哥子，走。我爷爷和我爹如果知道我还没有死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吓一跳的。你爷爷跟你爹一定很疼你的。那还用说吗？你比我幸福多了，我从来都没有人疼我的。胡说，难道我就不？活着，可把爷爷给急坏了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您这是干什么嘛？师兄已自投罗网，此事不抓他，等待何时？不知道。也好，我不如将计就计，让小狗子显显身手，给爷爷和爹看看。爷爷。我要你亲自去教训他嘛。我是一派主席，我去教训他岂不是失了我的身份？我不管，你孙女儿受那么大的委屈，差点连性命都没有了，你还顾忌什么身份不身份的嘛？就不要胡闹，爹替你去去。金木派洗衣刀，少啰嗦，看剑！嗨，剑！嗨，剑！嗨，嗨，嗨，剑！嗨，剑！嗨，嗨，剑！嗨，嗨，剑！嗨！旭日东升。这什么刀法？我也看不懂，不过再打下去大师兄恐怕会吃亏的。白前辈，我不跟你打了。为什么？齐马修接我又要你三分。怪不得你会兴风作浪，原来是有名师指点你的武功。晚辈金木派洗衣刀见过、见过。畜生，你居然连祖师爷都不认得了。哦，他就是祖师爷啊，那就是阿修的爷爷啊。晚辈金木派洗衣刀见过白老前辈。大胆，金木派，你来借老夫三招试试。第一招，第二招，第三招。堂下。
小修的爷爷，所以我也要你三分。你说什么？大胆看见！你这道功夫跟谁学的？爷爷，他是奶奶的徒弟，他的武功都是跟奶奶学的。生气嘛，金乌派雪山派还不都是一样呢，他的武功够得上个，那也是奶奶调教有方啊。多准下去。却跟那个畜生有一点相像，十一道，我问你，是不是那个老太婆叫你来向我示威？不是的，我们是专程来山上找你的。找我干什么？阿修，还是你说吧。爷爷，奶奶被丁不斯掳到碧罗岛去了。还剑！爹，碧罗岛在什么地方？是的眼睛泡酒喝。翠翠，你看看，这多可惜啊！我一样一样的挑，一样一样的选，你一样一样的砸，一样一样的摔，我这全。小王子，快让我回去！你急什么呢？在我这里，有的吃有的穿，我每天还亲自的扶持你，除了早晚没供那三炷香以外，你比菩萨都强啊！你干嘛急着回去呢？哼！你不带我走，我自己会回去。我本将月对明月，谁知明月照沟渠啊！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手，你不能掉啊！开我！我也不会嫁给白自在。白自在那老家伙算什么啊？他不过是夜郎自大的家伙，他跟我比，他也啊去，呸！
请问这位老丈，可知碧罗岛在什么地方？皮蛋，干什么？你可以起来下船了。我可以走了。嗯，要记着哦，不要贪玩，要不然回头当心你的屁股疼哦。嗯。啊，小弟弟，你可以走了啊。我可以走了，谢谢、哎、谢谢。哎，船钱呢？我刚翻那个前头板子底下了。哦。哎，没有啊，前头没有啊。你这臭小子，这。啊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活该。哈哈哈，再见了。孩子年纪轻轻就有此功力，来日前途必然未可限量，秀儿能跟着他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只是他的身世，所谓将相本无种，只要他日后有所作为，我也不去计较。去找律师终于算账了。嗯，一定要啊。嗯，爹，八前辈，别喊我前辈，你是我娘的徒弟，论辈分我应该喊你一声老弟才对。是是，大哥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搞的嘛，我爹是跟你客气，你应该喊我爹啊，叫白伯伯。哦，白伯伯。嗯嗯，哦对了，听说你要去找石中玉。对啊，晚辈对耳兽发过誓，所以爹，你不是说过吗，石中玉包藏祸心，图谋危害武林啊。不错，那既然如此，我们何不趁石中玉羽毛未丰之际先把他给除了，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啊。你的意思，你要跟他一起去了。爹，小狗子人很老实，阅历又浅，如果我们两个结伴而行的话，彼此也有个照应啊。你总是有一大堆理由。好吧，你们走吧。谢谢爹。谢谢白伯伯。不是因为你会说，你爹也说不过你，才让你下山的。阿秀，今天是好热啊！小朵子，啊，你叫我什么？你呀，在人前我喊你使一刀，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叫你小朵子嘛。好吧，好吧，小狗子就小狗子，反正我已经听习惯了。小朵子，我们现在上哪去？石中玉在哪里啊？在摩天崖。嗯，那我们就去摩天崖去找石中玉好了。嗯。老伯，摩天崖快到了吧？老伯，你干嘛用这种眼光看我？去过摩天崖，怎么会不知道摩天崖还有多少路程？
我是从来不记录的，对摩天崖的路我是没有印象。你最好是小狗子，如果让我知道你骗我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怎么了？没关系啦，只是刚刚摔跤了。哦，还能不能走啊？可以。哦，来来，小狗子，那个人的背影好面熟。哎呀，在那边，我们去看看。来。说也说不清楚。哎呀！我去问他怎么回事。哎，小狗子！抓住我！不要！不要打嘛！你是谁？家下是、哎。你对他们那么客气干嘛？他们是一群强盗哎。哦。哎，我是金乌派洗衣刀金乌派，你们听过有这个派吗？哎，我看你不应该叫金鹿派，应该叫小鸟派。哎，你听着，把飙车留下，否则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哎，闹了半天，原来他们是想抢你东西的。怎么，你们不是一路的？本来我们不是一路的，不过你既然要抢，我们极好是一路的。你说什么？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你们最好别做坏事。呸！不给你一点颜色看，你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。上！多谢两位少侠相助，天龙镖局日后定感恩图报。哦，原来你们是天龙镖局的。贾金坤是天龙镖局的总镖头，他们是镖局的镖师。不瞒史大侠和白姑娘，我们这趟保的镖是赈灾的灾银，所以打败人采药的商人，没想到还是走漏了风声，引来了万马堂这般强盗。要不是二位少侠搭救，天龙镖局失镖事小，黄河两岸的灾民可就要沦为饿殍了。二位的大恩，在下无等回报，请受狄某一拜。狄老前辈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。您请坐。狄老前辈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此乃分内之事。若要再提报恩二字，那你可就太见外了。横行关东一带，强取豪夺，横行无忌。二位如今惹上了他们，他们必不会善罢甘休，今后要处处提防，千万不可大意。狄老前辈啊，万马堂还有谁比这个独眼龙更厉害的？万马堂的白马舵主和黑马舵主都是一等一的高手，自出道以来，上身在他们两个人的黑白双刀之下，不知道有多少的武林高手，他们的武功和万马堂的堂主马占奎比起来，可就要逊色的多了。马占奎，大郎官，就娘犯难的东西，连一个小小的天龙镖局都对付不了，我万马堂要
不是下落无能，只是什么？只是半路杀出一个十一刀，功夫之高，我说出来绝对不相信。哦，十一刀，他说他是金乌派的。高王家姓死的坏了我们买卖，我去把他给做了。大当家的属下不才，倒想见识见识这十一刀的武功有何惊人之处。好，黑马白马，你们俩就去会会十一刀，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三头六臂。遵命。我等还要继续赶路，不便耽搁，如能结伴同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我们要去摩天崖。哦，摩天崖。摩天崖是往西，我们正好要往北走。既然如此，二位请多保重，我等告辞了。后会有期。请。小鬼子，你认得摩天崖的路吗？认得，我以前在摩天崖住过一阵子的。就是他们两个。顺正条街走，转个弯就到了。谢啦。哎，您来了，请楼上坐。小玉等你半天了。哎，请请请请。马上又来，马上又来。小玉啊，打帘子张相公来了。小鬼，你站在这儿干什么？去去去去去去去，你小孩子家。你怎么打人呢？你眼中客人不礼貌啊。我对哪个客人不礼貌了？哎呦，就你这么一丁丁大的，算是哪门子客人呢？咦，做生意有赚钱就行了，你管我大小啊。哟，你这个小孩子挺小的，嘴还挺厉害的。那说正格的，你有钱吗？哦，哎，你还会变戏法啊？少啰嗦，我找父母俩。什么？哎呀，他找凤姑娘。凤姑娘，有客了。皮蛋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哼，我要是再不来，我的屁股要被老姑娘打烂了。一定是你皮。老菩萨才会打烂你的屁股。他叫我带一句话给你。哦。他叫你离开去找老菩萨最想见的人。你说的那档事儿我知道了。那我走了。三斤，我们离开这儿。是。凤姑娘，凤姑娘，哎，
呀。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你懂这首诗的意思吗？这一首好像是《别离西》。对了，这是一首送别的诗。可是我不喜欢。为什么呢？我不喜欢别离，别离的滋味啊，好难受的。你尝过别离的滋味？当然有啊，我跟鲁良不就是别离了吗？我每天都想他，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。这种滋味、啊、真叫我难过、啊。小狗子，如果有一天你跟我别离了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你们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别离呢？可是你已经有了叮当了，我们势必会别离的。那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三个人可以在一起的吗？叮当虽然脾气不好，可是他的心地也挺好的。我要怎么说你才会明白？小狗子，告诉我，你喜欢叮当还是喜欢我？我站下来。阿兄，我们是不是万马唐人来了？八成是。阿兄，你为什么把蜡烛吹灭？免得敌暗我明被人当成刀把子。有道理，以前我从山中捉野鸡时候，常常躲在草堆里面，不要你的山鸡发现的。嘘，别出声。姓史的，不要再躲了，有种出来跟我们见个高下。小俊，快出来跟我们回去。我们大当家的要是看上你了，说不定会娶你当押赛夫人。阿兄，他们骂你，让我出去。为什么？这叫骂阵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生气。你如果没头没脑的冲出去，就上他们当了。哎，你怎么会动这一套的？当然是我奶奶教我的喽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先看清楚他们有没有埋伏再出去。记住，万一我们要是动起手来，你可千万不能手下留情，否则我们会吃亏的。我知道了。姓史的，你要是害怕就乖乖跪地求饶，叫我一声祖宗，说不定我们会大发慈悲赏你一个全尸，否则的话我们放一把火将这间客栈给烧了，到时候看你出不出来。你们都是万马堂的白马黑马双斗主，看不出你挺有见识，少跟他啰嗦，先把他解决了再说。Thank you.
的小情人我带走了，要想他活命的话，白马堂见。阿星，阿星，阿星，阿星。阿修，阿修，阿修，怎么办呢？找不到阿秀。我为什么不学青花呢？把鸡姑娘会，以后就可以保护阿秀了吗？对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哎呀，我谁呀？咦哈！爸爸，爸爸，哼，有什么好笑的？当然好笑哦。好好的人不是有做青蛙，今天哪有比这个更笨的事情呢？哈哈，真好笑，哈哈！哼，有本事先上来，要好好的打你一顿屁股。什么？你要打我屁股？屁股在这里，给你打，给你打，有本事你上来打。哼！哈哈，我的屁股没打到，自己把屁股摔烂了，有本事你再来打啊！小兄弟，小兄弟，你怎么了？你摔痛了没有啊？不要你管了。好、哦。哎呀，好痛啊！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打你的。哼，打了打了有屁用？那我让你打回来总可以了吧？啊？你怎么了？你的屁股是铁做的？不是，是肉的。有豆沙的没有？哎呀，乱讲！屁股怎么会有豆沙呢？不是铁做的，那我手怎么会那么痛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过啊，我以前是练过舞的，嘿，说我的屁股啊跟普通的屁股不一样。嘿嘿。哎，你练过舞啊？是啊。那你怎么不会轻功啊？如果我会轻功，我师父跟他说啊，就不会被人掳走了。哦，原来你才学青蛙跳啊？对啊，我得赶快学会轻功，好去救他们。刚才那一跳啊，我已经抓着一点敲门了。我再试一遍啊，一样看，一样看。哇哇哇！我会了，我会了。你不会上去，不会下来，那也不白搭。啊？下去？对啊，我怎么下去啊？笨蛋啊，你想下来对不对？你凭我真气跳下来试试看。哦哦哦！嘿，哎，啊，哈哈，你说的对啊，没想到你真有一套啊！我会玩意可多了，何止一套？哎，你要不要跟我比呀？比？比什么？比轻功啊！你赢的话，我陪你去救人，你输的话嘛，这个，对啊，你教我练屁股功。哦，你要练屁股功来干什么啊？不要乱摸嘛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练会了屁股功，我就不怕老菩萨再打我了。好吧，你说怎么比？我们就以那个输赢镜头为界，谁见到输赢的镜头，谁就算赢。好吧。我们开始了，你后退一点。他退得那么快，我怎么比得过了？对了，我用虚名神功。奇怪。
怪，应该是我们先到了。先不要我赢啦、啊。哎，你要不要跟我去救阿秀啊？好吧，好吧，谁让我输给你？在什么地方？万马堂。极少，据我所知，石破天根本就是被害时派来接使罚恶令，就算不死也不足为虑。至于被害时纵然活着、也是孤掌难鸣。看样子我万马堂将要纵横武林了。这是天助万马堂。不错，天助我也，这真是天助我也。神功盖世，属下真是望尘莫及。吴罪，你的武功也进步多了。这全是副帮主的教导有方。我们该走了。你是说离开此地？我不甘心，我要招兵买马，重整长乐帮。吴罪誓死效忠。很好，走吧。是。知道万马堂在那里？当然知道，跟我走就没错。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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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可是十一刀的心上人，只要你在我手里，我就不怕他不来。不过，在等他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应该在你的身上